门口招牌直栽东倒西歪，砍倒上方更惨，整片玻璃围墙直接离家出走，有些倒在地上，有些卡在半空中，就怕波及到民众，现场赶紧拉起封锁线。山头的台风造成高雄多处灾情，尤其强风更是威力惊人，在苓雅的一间银行玻璃围墙整面直接被吹垮，砸到了路边的共享机车和许多盆栽。警方获报后立刻赶到现场协助拉起封锁线管制，银行保全警卫也24小时看管。本分局除加强该处巡逻外，并派遣警力现场守望，防治危害发生。虽然山头的台风已经转弱成热带性低气压，但中央气象署四号还是有针对马祖、澎湖发布陆上强风特报，而台中到台南地区以及新北到苗栗的沿海空旷地区也可能会有较强的阵风，民众出门仍然要小心，注意安全。